各位居士大德，各位菩萨，弥勒尊佛，上一回第十行愿，甲咱介绍到一个要如何来回向。咱会记得要回向，应该爱先大回向。啊，这个大回向有几啊种吼？我有甲咱介绍三四种。啊，如果恁若要爱这个回向文，回向的这个文，会个。电话来讨哈，会甲恁寄。啊，咱来个大回向了后，然后搁一个小回向。我伫遮要甲恁提醒，这个、小回向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堕胎啊，甲杀业。啊，如果若是今生杀业真重吼，啊，恐惊未来造成交病苦啊。那么除了忏悔以外，爱特地忏悔哦，毋是讲干那叫恁回向，应该爱先忏悔。你爱把你的罪业的点吹出来，啊，然后啊，再佛前特地忏悔，忏悔了后，才过来做回向。从你所修的功德，你回向的时阵，用要回向和今生所杀害的这众生，或者是讲要回向和今生堕胎这英灵，哦，爱会晓安尼回向哈。那么这个普贤菩萨以所修的功德，以回向呢，以是回向给众生，拢会当来得到安乐啦，无病苦。啊，若要做恶做不成，啊，若要修善呢，会真紧成就。啊，给众生莫去堕落，拢给众生来升天呐，啊，得到解脱。菩萨意思是安尼哦。啊，如果那众生已经业报现前，得受痛苦。啊，那么菩萨一个发心要来加帮助众生，代替因受苦，看菩萨这么慈悲，哦，所以咱也是自私心真重的人啊。读到这呢，咱应该爱舍惭愧心啊，咱来改变，来学菩萨的精神。众生在受苦，伊要替他，要替伊受苦，啊，要帮助伊解脱。哦，所以如果咱也是真正自私心真重的人，爱一个改变。啊，来学菩萨这个精神，来担众生的业。啊，那么这个菩萨也遮尔慈悲，伊要救佛道，搁要度众生。一个方面是利己，一个方面是利他。啊，在这十条台湾内底，拢总包含有这两种的功德，利己甲利他的功德。那么这十条台湾的功德呢，吼、哦？啊，到底是安怎样呢？啊，头当在对第一，你经师父啊，到破解回向一条一条有拢甲咱分析介绍过啊。每一条的愿拢有伊的功德啊。那么伊的功德呢，到底偌大呢？啊，有偌济利益？按众生来照安尼修，会当得到偌济利益？即马搁再重新搁甲咱讲，甲这十条台湾的功德安尼来甲。个重新来甲咱介绍，如果那是有菩萨啊，在普贤十大愿，伊会当随这个菩萨发这种的愿啊，啊会当随菩萨来修这种的行，伊到底会当得到偌大的利益？好，第一点会当生息一切众生。咱拢知影菩萨是安尼咧帮助众生的。菩萨安怎帮助众生呢？假使众生若无善根呢，伊会帮助予伊生正善根。比如讲，即个众生过去拢咧作恶啊，啊未晓修善，那么菩萨就甲伊牵入来，啊来甲鼓励，先鼓励，啊来拜佛啦，来皈依啦，来修善，生正善根哦。哦，所以第一就鼓励伊行善，这是菩萨的第一步就对。那么假使讲，啊，这个众生若是还未皈依呢，啊，伊个帮助来甲鼓励皈依。所以恁今仔日恁若是一个真正发心的菩萨呢，若有厝内底还未皈依，你爱想尽办法，真正爱甲带来皈依，哦，来甲鼓励，甲讲皈依的功德偌大啦，哦，啊，皈依哦，做弟子，啊，有36善神在保护，36善神会派真侪菩萨来甲这个。三宝弟子甲佛祖的弟子，啊来甲保护，啊来照顾。啊，如果若皈依三宝呢，生命加一点的保障。
哦，啊，你就安尼甲鼓励，啊，甲皈依，或者是讲用啊用物件来甲声，来用金钱来甲鼓励，安尼嘛好。啊，好，即众生啊有迄个因缘来皈依。那么看得出普贤菩萨伊讲啊，伊要帮助众生是无正善根的呢，伊帮助伊正善根，啊，未皈依的，甲使令伊来皈依。所以如果若有众生啊，发心来皈依呢，咱嘛袂使耽误伊。啊，像讲伫佛寺啦，啊，假使有众生啊，啊，就一个来到咧，今仔日就因缘成熟啊，啊，正无简单，发一念心，讲要来皈依三宝，啊，咱毋通共赶走。啊，茫讲啊，我今仔无能办皈依啦，啊，你要办，你要皈依，后个月较来啦，莫安尼吼。如果若众生有发心要皈依呢，上好是互伊一个方便，啊。若有用就给他一个方便，不要怕麻烦，一个两个都不要紧、哦啊、如果他对方若是说有紧急的、啊、一定要赶紧归因的，赶紧要把他办了、啊、办归因又较无用，你也要想办法来帮帮他归因的、啊、如果若是畜生道的众生也可以帮他归因，因为这普贤菩萨说他这说众生，当然众生的范围是真宽啊，畜生道的众生嘛是众生，啊，如果畜生道的众生啊，若要皈依的时阵，你若已经是佛教徒啊，啊，而且你五戒啊，啊，你佫有素心呢，那么你会用来帮伊皈依。你帮伊皈依的时阵呢，咱手吼、哦，咱手拍一个手印，哦，即、这个正手印安尼，啊，倒手啊印安尼，哦，那么正手啊倒手存，正手存伫顶悬，倒手存下面。啊！甲念念定脱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念定脱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念定脱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安尼个念三遍，安尼就甲皈依。啊，然后较个念念一寡佛号送伊，吼、哦，念一寡佛号回回向佛。啊，这众生话呢真奇怪哦，你甲开始佛法伊会听有，吼、哦，你甲听，你甲讲一寡道理的话，真会听有安尼。哦，我曾经甲这个古鬼安尼咧甲开始的时阵，啊，古安尼忍目屎，啊，搁甲应三声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到要甲放去的时阵，去海林吼、哦，去台南这个迄个海林遐甲放的时阵，哇，这个古安尼唔知有几波，搁回头过来，搁回头转来，回头过来甲伊点头点过来，安尼遐个走，两只古拢安尼，哦，两只古，因为两只古人掠来买。啊，要来卖了对，吼、哦，台湾掠来卖，啊，真残忍，啊，着身躯吼，迄脚上来都互流血，安尼啊，引起人同情，人较会买，啊，搁再去佛寺哦，啊，再去开元寺门口来卖安尼吼，啊，因若无钱嘛是爱去中心来甲买啊，啊，无怪久咧，得欢喜啊，搁甲皈依，啊，搁甲啊，搁甲开始安尼。啊，所以咱会用啊，你若有五戒以上，拢会使看到众生，你拢会使来甲皈依。哦，啊嘛，曾经要甲一只迄款、迄个款啊，身躯有迄个道钉蛇遐啊，好、哦、咧，迄款身躯有彩色的道钉蛇，啊，两条草啊，啊，我出来，甲你皈依一下，啊，真奇怪，你走出来，我手印拍来，一直甲皈依的时阵呢。啊，先生伫遐念南无弥勒如来，甲南无宝性如来，念十五分互伊听。伊伫迄个所在点点，当我伏伫涂骹念十五分的时候，我甲讲皈依好啊，你会使离开，啊，当我蛇走。啊，我咧想无啊，那会听有，应该听无啊。啊，毋过即个手印拍个众生可能着看有，哦，啊，甲皈依念宝性如来圣号会听，念弥勒尊佛的圣号会听。啊，因为弥勒尊佛是未来众生的皈依处啊。啊，宝性如来，如果若有即个畜生道的众生听到伊的圣号，伊会当升天呐、啊。哦，这是伫《金刚明经》的流水品内底有讲到十千只鱼啊，听到宝性如来的即个圣号，升去得离天咯、哦。哦，升去得离天，这是宝性如来伊伫即个啊，这个、流水品内底有讲啊，伊有愿呐、啊，众生来听到伊圣号，拢要回。你恶得可以解脱了，啊，所以恁若是有要爱这个百姓族来，这个姓何，咱市民家嘛有，会当结缘，啊，嘛是会使，啊，会使来请哈。啊，所以真个普贤菩萨讲，要护无皈依的人，会当得到皈依；啊，无发菩提心的人，令发
未发菩提心者灵法。啊，如果这个众生人还未发菩提心呢，伊要帮助伊发菩提心，啊，就是在鼓励啊，啊，鼓励啊，咱来成佛啦，度众生，咱来发愿啊，啊，来度众生安尼，啊，来甲一直甲鼓励啊，啊，发菩提心的功德偌多啊，啊，发菩提心的功德偌殊胜啦，吼，啊，发菩提心就是菩萨啊。啊，咱过去奉慈悲，咱这换到咱来慈悲众生，啊，就安尼想尽办法来甲鼓励，安尼，互伊发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未坚固，只能坚固。这个人菩提心已经发出来啊，啊，不过念伊就讲，哎呦，这条路足歹行，啊，众生歹度，啊，奉糟蹋咯，伊无法子咯，安尼，啊，若常常安尼讲，啊，你着赶紧啊，帮助，唔通安尼想啦。哦，菩提心功德较大，啊，你若行落汉道，啊，拜者你的后悔啊。啊，你若讲真正行这个修阿罗汉啊，啊顾家己，啊总有一天你若是讲，互你成就啊，哦成就罗汉，你想要成佛都无可能啊，吼、哦！啊发菩提心是佛祖的囝，啊若是阿罗汉佛道也无认定呢，啊无认定呢，啊所以你着安尼甲鼓励呢，啊互伊这个道心的坚固，啊、哦。啊，然后呢，你嘛使甲帮助啊，帮助讲叫伊思想在佛性发菩提心愿。啊，你嘛使甲鼓励啊，鼓励讲未证无，你嘛使帮助伊吼，未证无生法忍者宁静。就是讲，这个人啦，还未证无生法忍呢，菩萨那是已经是高等的菩萨，已经开悟证无生的呢，伊会来甲帮助众生。用伊修行的经验来帮助，互伊彻底会当来开悟。那么，如果那是已经证无生法忍呢？吼、哦，那么伊自然就一代一代就爬起嚟啊。信菩萨那无来观望，伊家己自己来修起嚟啊，未退得心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菩萨也较未烦恼伊啊。啊，而且要帮助这个已经证无生法忍的人，互伊达到佛地呢？这是高等菩萨，就是比这个初地菩萨较高的菩萨的代志，啊，而且是佛道的代志哦。啊，佛道因着去发乐啊，佮毋是咱的代志啊。啊，咱的帮忙是安尼。啊，那么普贤菩萨伊咧帮忙众生是帮助个未证无生法忍者宁静啊。啊，这就是啊普贤菩萨咧讲个讲，这就是。咱若是讲修，学普贤菩萨发这十种的愿呐，啊，依照伊安尼修呢，那么伊得的功德就是安尼，伊会当成就众生，那么咱嘛会当成就众生啊。啊，不过咱即嘛是学的阶段，人已经达到迄个阶段，伊有可能吼帮助众生未证无生法忍者宁静，啊，咱连证无生法忍都无啊，哦，所以咱原来是。咱发这个愿，啊，以这个愿落去修持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过是尽心尽力落去做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普贤菩萨，伊这个功德，吼、哦，菩萨以这个普贤是大行愿，会落去修行，伊会当得到第一，会当成就众生哦。吼、哦，咱若真正照安尼一直做呢，咱自然会当成就众生啊，因为咱其中有一条愿，就是要甲众生回向。哦，所以咱得当帮助伊呐。第二就是向伊无上菩提，就是讲菩萨的这十条大愿，伊是上求下化。那么咱原来安尼修啊，伊这十大愿来修上求下化，啊，到尾也是咱一直在累积这个福德资粮呐，啊，甲智慧的资粮。啊，这两项资粮咱拢无偏去，无讲干那偏修福啊，啊，无修慧。啊，所以咱无偏心，说决定讲绝对是向佛道一直前进啊。那么，如果咱这个人种的枢纽那集中呢，咱最后就是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，这个功德就是会当让咱向佛道一直前进啊。哦，不但会当成就众生，也是利他方面，在助力方面，咱原来会当向无上道一直前进。啊，第三就是讲。会当成万普贤殊行愿，啊，就是讲你以这十条大愿来修，最后呢，你含普贤菩萨同款呢，会当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普贤菩萨成就的这个十条愿呢，你嘛是圆满，啊嘛是吉祥，
嘛是成就，哦，所以咱学伊安尼修，伊就发十条愿安尼咧行。那么这十条台湾的书信处理到伊呢，吼、哦，经就安尼讲，这是伫迄个时代诶普贤行愿品的，而且经吼，一共这十条愿往个功德偌大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你请人注意听。哦，经有讲讲，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伊用着遍满十方无量所的佛国土的微尘世界遐尼多上好的七宝，你看，伊讲用着遍满十方哦，十方无量所的佛国土，每一个佛国土内底着真多的微尘啊，啊，迄、那个微尘做世界，就是讲十方无量所。诶，富的国土内底诶，微尘诶，数诶，世界遐尼多诶，七宝啊，其实这未算者哦。讲到这，恁来听较花洒洒哦，就是无量无边，十方无量无边富的世界内底无量无边诶微尘，遐微尘内底诶世界啊，遐世界所有诶上介好诶宝哦，你用着遐诶宝啊啊！一级不是只这项用这个宝而已，还用到人间和天上，我们人间和天上上界殊胜上界快乐的事情，用这样的东西来布施发给众生，一方面布施发给众生，一方面来供养一切世界的佛，这样我们就用无量无边的这个好的东西和好的事啊，来供养佛，啊来供众生，啊供外久唔是供一天，过去偌济呢？诶，偌久的时间呢？讲经过佛国土遐尼多微尘数劫哦，咱拢知影佛的国土真多啊！哦，啊那么佛的国土真多，啊遐一个国土内底的微尘哦，微尘呢，每一个微尘算一劫。用遐侪时间啊，就是讲用无量无边殊胜的这个七宝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人间天上快乐的事来供养发给众生，啊，布施的时间供养时间是无量无边劫，那么伊所得的功德可以讲用不可说无量无边，哦。物件无量无边，啊，供养的时间也无量无边的劫，当然所得的功德是未算的，原来是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这就是咧形容功德真大。但是这咧讲讲，但是如果若有人伊听到这十条大愿哦，有逆听闻，有耳孔来听到。伊所得的功德是胜过前所修的功德的无量倍，这是经内底甲咱讲的。这个人敢若听到十条愿王，吼、哦，礼敬诸佛啦，称赞如来啦，啊，当然就是包含这个内底的这个内容意思啊。啊、哦，所以恁今仔日若咧因缘啊，啊，听到这个十大愿王这个、介绍呢。这也是大家的因缘，大家的福报。那当听到呢，叫经内底咧讲讲，由逆听闻啊，所得的功德是胜过前他都咧讲的布施啊，甲供养者所得的功德的无量倍哦。安尼看福偌大。那么一个讲讲，如果若有人用深信心。深信心对这十条大愿来修持读诵，讲不只是听到，恁听了后呢，对这十条愿王呢，会晓来学，会晓来修，来不但来读诵这十条大愿，也照这十条大愿真正落去做，落去拜佛，落去忏悔，落去回向，落去听经。哦，照这十条大愿落去修，安尼恁会当真紧来度灭五无间的罪业。那是讲过去有做五无间罪，杀夫啦、杀母啦、杀罗汉啦，
啊，破好合精啊，出好神血，这白日来对了无间地狱啊。啊，如果若过去曾经做了，恁会用安来照十条台湾落去修。啊，我这真紧就会当来除掉这个五无间的罪业，不但会当除掉五无间的罪业，所有世间的幽情吼，就是讲所有这个幽情。身躯的病也好，心的病也好，啊，甲种种的苦恼，哦，或者是讲，伊所有的一切罪业，就是讲，伊的罪业真多啊，亲像微尘遐尔多罪业，拢会当来消毒。哦，因为内底有其中，普贤是大愿王，其中有一条是忏毒业障啊。咱若是干那照这条忏毒业障，所有罪业，你忏了啦，如法。哦，啊，你来自省心不够，这拢会当除掉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是大愿王，咱听了后呢，吼、哦，唔通总啊甲放弃，照这十条愿王落去修，哦，天天都安排工课，礼佛啦、忏悔啦、哦、赞佛啦、啊、念经啦、啊、上经啦、哦、啊，得深入研究经典，啊，落去修，啊，落去回向。啊、不但安尼呢，啊，真经来滴个讲讲，不但如此，一切魔君也差乐差阿求万道比下下鬼，恶多阴邪胆弱的诸恶鬼神，拢会当远离。啊，就是讲，这个人啊，照这十大愿在修啊，哦、啊，有照实际上照这十条愿在实行呢，还是讲徒伤啊，天天来念这十条愿，那么这个人呢？一切魔啦、夜叉啦、落差啦，这鬼类呢，啊，搁这嘞，这食火啦、树人的火、食人的肉，这恶鬼神呢，拢会远离。不但会远离，而且伊会发心来亲近修护，来修护这个修行人哦。伊看伊这虔诚的修行啊，哦，所以这的歹物件呢，如果若已经卡心呢，啊，哪会当落去念这十条大愿？啊，落去拜佛忏悔，啊，自然这些歹物啊会远离，哦，不但会远离，颠倒会来做护法，来扶持伊修行。这是伫这个普贤十大行愿内底有讲出，普贤行愿品内底有讲出，啊，这个十条愿王修持的这个功德的殊胜，咱歇睏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所以伫这个末法时代。咱这个人间有真多魔鬼，这灵界众生会来干扰人，嘛会侵入人的身躯内底。啊，如果你若是要避免这的非人的干扰呢，咱可以时常来读诵这个十条愿王。啊，那么这的灵界众生呢，啊，多数拢是咱的远亲接触。哦，伊今仔日若找到，啊，有可能伫一个身躯边来甲你干扰，啊，有可能伊会侵入体来甲咱干扰。如果若是已经有了这款的情形呢，咱会用的落去照普贤十大愿，落去读诵，或者是讲自行落礼佛，啊，将所修的功德来回向。侵入体内底，或者是讲伫身躯边干扰这灵界众生，或者是讲为这灵界众生来点灯降佛，互因心地啊柔软，互心地光明，互伊来远离。啊，因为佛法时代，咱拢知影，一挂树木拢错了了。这个树木是灵界众生的住处啦，因住的所在是拢住伫树木内底啦。啊，所以因无所长大，啊，就找人，吼、哦，找人做伊个厝大。啊，那么多数拢跟咱人有关系，跟咱有冤亲有冤欠，伊才来找人。啊，嘛有一寡，啊，嘛是有一寡无理的，吼、哦，伊找着呢，啊，人气氛较低，啊，叫活着。那么这款情形就是爱安尼处理，吼、哦，自行落去礼佛，你落去拜，啊，唔通惊艰苦，唔通惊麻烦。啊，忙拜两三拜啊，都话要忝死。你助力落去拜，哦，你拜到感动佛祖，啊，佛祖出现，遐另外众生自然就体会啊。啊，对，咱即马这
就是讲，你若是要闪避这个魔君吼、魔鬼的干扰呢，啊来照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安尼落去读。啊，如果你若是讲真正都无法度通啊拜，拜袂落去，袂拜进，那么你就用嘴念啊，念一只礼敬诸佛，二只称赞如来，三只供修供养，四只忏悔业障，五只随喜功德。六者清转法轮，七者清佛住世，八者相随佛法，九者行顺众生，十者普皆会哦。就安尼照这个十大愿，安尼反复一直念，用得个念，哦，用得来念。你要各地规律前念也可以，哦，啊那无你就合掌安尼念，用恭敬心在念。啊，上好你会当照这十条大愿安尼。任何一条弯买用个修啊，比如讲叫你忏悔，你买会当啊；啊，叫你礼佛啦，啊，你忏悔买会当啊；啊，供养买会当啊。啊，这十条弯随分随力，啊，随你的这个力量安尼加减来做。哦，那么安尼做做了，啊，将所修的这功德，这念这十条大愿的功德，啊，是讲你买爱用一个办法，一只礼敬诸佛安尼拜一拜。好，你家先站出来，搁拜一拜，安尼，啊拜到第十，破戒回向，安尼搁拜一拜，安尼，安尼一直反复落去拜。我相信你呐，照安尼落去念，啊照安尼落去拜呢，哦，真紧，你这的身躯内底，你家己干扰这众生呢，哦，得到你安尼的修啊，啊，功德搁回向可以，因会真紧远离。哦，这经就安尼写，吼、哦，写到这么清楚，啊，咱就照安尼来修。啊，如果你若是讲真紧想要成就无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吼、哦，咱本来这个头啊上头啊就安尼讲啊，讲若是想要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就爱照如普贤十大愿王落去修行，不只是嘴念哦。哦，不只是嘴念，原来得搁依照这十条大愿落去修，就是讲爱第一爱时常礼佛。咱今仔一个佛弟子，上界起码你早起起来，如果若烧佛灯，袂使落去甲烧香点火。上界起码你种搁较无方便，你袂当拜，你嘛爱着问心。哦，你若讲啊，行动着真正无方便啊，脚无方便。你得问心，但是三盏香一定爱点，吼、哦！这三盏香点了吼，愿此香魂普遍十方，供养佛法，啊，供养三宝佛法两天，普分众生同入佛地。安尼啊，中插一盏，供养佛，啊来倒手边插一盏。哦，就是讲咱的手的正手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有做倒手边，啊插一盏，啊然后。不做的正手边插一张，安尼。那么这三张香插来了后呢，啊，落礼佛三拜，啊，若未真正无方便，啊，就弯未落去呢。啊，那么你弯啊，而问心安尼。啊，如果你若会当的话呢，啊，每一日拢总落去拜佛，落去拜八十八佛，哦，这是个经，不但会当帮助咱，会当增进成佛。而且这个业障在消啊，真紧！哦，这个是这个拜佛哈，礼敬诸佛。那么在讲礼敬诸佛，就是礼拜方佛啊，可以用观想。我家己身躯已经，这是用观想啊，不是讲咱有神通力量啊，较高。哦，咱有无迄个力量去到西方世界？啊，世界里头咱嘛唔知，啊，佛祖里头咱嘛唔知。咱就爱观想啊，吼，遐一个世界啊，遐一个世界，啊，每一个世界，咱拢总现身伫佛的世界内底，在西方世界拢有咱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咱伫迄个所在，毋是干那去顶礼迄阵佛咯，在迄个世界咧顶礼有个礼是方佛安尼，这是用咱的心啦，安尼想想，哦，我即卖人安尼目睭小睇个，我即卖咧拜的是毋是我伫遮咧拜遮是方佛咯？我是身躯伫遮咧拜佛，我是身躯遍满十方世界拢有我伫遐，啊，我每一个身躯拢伫遐咧礼拜十方佛，安尼呢？
吼、哦，这款叫做礼敬之分，这是用观想的啦吼。啊，南菩萨、普贤菩萨是有真正用神通力量安尼去拜啦。啊，所以伊第一，伊的修行是礼敬之分，啊，咱要学伊安尼，咱是无法哩。哦，啊，咱得用这种的办法，用观想安尼来拜佛。啊，如果若要当观想呢，讲啊，我头脑啊足钝的，也袂晓观想，连想也袂晓想。啊，那安尼个较简单的方法，你念一句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念一声拜一拜，搁起来搁念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搁念一声搁拜一拜落去。哦，这是第一愿，咱照安尼修。哦，即卖就是要讲重复这十条大愿安尼修。第二就是讲称赞如来，这个称赞如来，咱要安怎称赞？或者讲着咱未了解啊，啊，就无法当称赞呢。吼、哦，咱借用着，过去释迦牟尼佛的赞佛沙佛这个寄言啊，遍上天下不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啊！你等你咧拜佛的时阵，你着安尼甲拜落去，哦哦！你这个赞语、赞句念了，还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安尼着拜落去。就是讲，你若要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用安尼拜；啊，你若要拜阿弥陀佛，着着用阿弥陀佛的赞句；啊，你若要拜观世音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赞句哦。啊，地藏菩萨嘛有赞句，哦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嘛有因各别的赞句，哦，阿弥陀菩萨嘛有，哦，所以你要拜佛之前先甲赞，哦，啊赞句，啊如果若是讲了赞句呢，一个上简单的，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者，现世世间界无上师，妖异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安尼。就是赞叹这个佛有十种的功德，安尼你成这个四个佛的十号，如来应供这个十号拢甲念出来了后，较多顶礼啊，吼、哦，较多顶礼啊。过去这个听讲讲文殊菩萨来是啊来是现来做中哥巴大师的款哈、啊，这写、个、度尊度这本菩提得处的功论。听讲咧拜佛的时阵啊，啊伊就是无用即十号啊拜拜的时阵呢，佛堂现前，啊毋过佛堂无头啦，吼、哦，啊无了解，啊到尾啊吼，可能有来甲秃头迄款，啊讲就是你即个十号，吼、哦，你无头壳顶无甲灌即十号，要拜佛的进前头无甲灌即十号的功德，安尼，啊伊即卖了来甲伊甲灌即十号的功德，那么即十号的功德，咱嘛是咧甲。赞叹啊，啊啊！所以咱要念的时阵念南无，要南无什么人？要归什么人？归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者，现世世间界无上师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。哦，安尼了，南无普光佛，安尼拜落去。哦，安尼落去拜。哦，所以这个赞句先念，咱会用安尼落去修。那么除了礼赞以外，咱爱做供养啊，啊供养咱会当发利真快啊。不过你看你的经济，你若会当啊，你点点供佛啦，啊买花啦，啊咱注意这个花唔通讲一个花会敢那插落来，插插到十五，迄个在水拢翻潮，迄个水甲翻潮，我昨个发现啊，道场内底啊两盆花内底啊，那臭味，内底拢花骨拢烂去啊，臭啊无换。哦，这原来是种个过失哈。咱用香花来供养，啊，买的花是上好，是买会香的花。哦，会香的花，唔是水较重要，是会香较重要。哦，用香花来供，啊，爱会记得哈，啊，唔通安尼，啊，买果子，唔通买迄个粗俗啊，啊，唔通干那买你爱食的迄人，啊，或者就逐工对你食迄行安。好，爱注意哈，爱用好的物件。物件好啊，心有够，哦，啊爱自省心来供，哦，啊唔通啊，啊拜拜一点物件拜拜佛祖，要供佛祖，啊你得搞佛祖讨人情，讨有够多，安尼袂使，啊，哎呦，纯粹你恭敬心，啊感恩心来去供，
啊，你若是讲真正无能力通去强啊，啊，我无钱通买物件强，含顶的你着买袂起，安尼袂要紧。逐日咱嘛有一杯水来去甲强血啊，吼、啊，一杯水来强血啊，安尼啊，这嘛当得到得到真大的福。哦，啊，如果你若咧强用的时阵吼，咱来讲啊，这个咱除了这个爱用的财务来去强，啊，这個、我较无能力啦，吼、啊。啊，你会用诶认真修行，对佛所教诶即个法啊，依教奉行。那安尼，这是等于讲对佛上介好诶供养。我相信佛祖上爱你即行迄个心，上爱你遮诶供养啊。如法修行，依教奉行安尼，或者是啊供养吼，第三啊供养。那么你即马礼赞供养啊了后呢，你爱个受忏悔，忏悔爱将你所有的过失拢讲出来，请佛陀慈悲接受悔过。啊，但是你爱注意哦，唔通阁犯啊，唔通讲敢那有嘴无心啊，啊讲讲拢骗佛祖啊，讲以后我会小心啊，啊拢无影要甲小心，哦安尼原来照常乌白来，那安尼拢等于欺骗佛祖。哦、所以这款的忏悔的会忏袂行，有做互人欺骗是一遍两遍尔啦哈，有做无较戆戆定定互你骗哈，啊所以咱的忏悔真正有忏爱有悔，啊咱伫遮要甲咱提醒一项代志，咱有诶真侪佛教徒啊，啊拢来讲啊，讲佛法着甲咱袂使不好啦，啊我着真正要诱发这对世道人。啊，毋过都无法通有效的，有效袂落去啦。啊，若毋有效，搁较有罪。啊，我嘛天天咧忏悔啊。啊，毋过要搁较有效嘞，我那有效袂落去，啊，又搁会犯唔对，啊，我犹搁伫佛前咧忏悔。安尼我这罪毋知忏袂行袂。啊，为什么有效袂落去？伊讲出原因，即真侪佛弟子拢讲出这原因啊。因为佛门甲众生要求一定爱有效是大人啊。啊，唔知是安怎，还造成，造成许多人呢，唔知是无福报，是毋是？通个接受有效，因为有一寡事实真正要有效，啊，毋过许多做假好事实有效袂落去，那安尼即换家做许多就爱忏悔啊，啊，为一寡许多人失去帮啦，啊，有一寡许多人做人。真无公平，大细心，啊，有一挂时段，拢可恶的是时段，这是一个友好是应该，啊，伊拢无想讲，伊安尼对是些不足，啊，苦毒糟蹋，伊无应该，伊无爱反省一点，所以有一挂时段，啊是安尼啊，失去当，失去当是无要紧，啊，但是最主要，伊爱为主爱的心，啊，如果。夫那不足，啊，亲属连听都不好，你对咱都无好，因为因果是互相，就是对待啊。你对事实都无好，你哪有迄个过堂啊？好事实对你友好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安尼奉劝，啊，这老菩萨，这佛教徒，这老菩萨，啊，恁若是对事实呢，我那爱亲像，啊，咱迄疼惜咱家己的查某囝，对媳妇我那亲像爱对查某囝安尼同款，安尼对待。啊，唔通安尼千番百计安尼来找麻烦，安尼糟蹋事实。啊，唔通讲啊事实，然后是不好有罪啊，啊事大啊不足都无罪，唔通安尼想。哦，咱爱做较好事实，要教咱有有效的机会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哈、啊，因为真侪佛教徒拢安尼有当着这种的问题啊。哦，咱做人的事大呢？我那得爱有迄个主爱心，安尼事实要有效来，较会心甘情愿。啊，所以伫遮啊，哈，一点我那覆盖到咱提醒一下，这是忏悔啊，啊，随喜功德啊。咱讲这个随喜啊，那么随喜就是讲随时随地拢会用的修，啊，真简单啊。啊，每一个时间，十方国土拢有真侪圣人。啊，嘛有真侪贤者伫咧修功德，
咱拢会当随喜，啊，而且你随喜会使，你用安尼念，天天在佛前安尼念，十方一切诸众生，自性有学及无学，一切如来依菩萨，所有功德皆随喜。啊，你真正欢喜哦，欢喜十方的佛在做功德，十方菩萨在做功德啊，这自性性在做功德，十方众生在做功德，你爱会晓欢喜。啊，咱咧欢喜人做功德，啊，如果你若做功德的人，你爱互随喜哦，你毋通看人咧随喜，你讲啊，哎呀，我即个功德了去啊，去人夺去啊，毋通安尼想。你做功德，你做你的，你做偌济得偌济，别人欢喜心，你带你到欢喜，你应该阁更加欢喜倒转的，伊甲你随喜迄份的功德，安尼你就不得了。啊！我讲安尼，你毋知听有无？某甲你做功德，做甲真打拼，啊！某伊起一个欢喜心，得甲随喜啊！啊！你应该阁欢喜倒转来某甲甲你随喜，因为某甲已经赚你一份的全部的功德，你做有一份的功德，啊！某甲阁得你一份的功德，你阁甲随喜倒转来，安尼欢喜讲伊阁要随喜哦，安尼你是毋是阁甲迄份阁赚倒转来，阁赚一份的功德？这是以思想功德来讲，事实就是安尼。啊，不过咱毋是为着这个爱功德遐个随喜的，其实呢，看别人做功德，你欢喜心，这是真正常。啊，如果你若是看别人咧做功德呢，啊，你妄动，啊，就无正常。啊，所以咱爱要随喜。那么有一种功德真值得咱随喜。啊！伫遮要付开答案说明，就是讲对食素食的人，食菜啦，食素食的功德，咱爱随喜哦，因为素食是修足啊，诸心不杀，这功德非常大，乎你想袂到的大。啊，值得咱随喜。所以唔知影看人食菜，讲心好就好啊，食菜哦，就安尼讲糟蹋。你较无想讲，人有在两食菜，啊！你啊无在两食菜，人咧修大功德、修大福报，啊！你啊伫咧做业，啊！佮用个话当消遣，心好就好啊，那就一定食菜。你今仔日啊佮要讲胎，啊佮要食人个肉、客人滚，一点自卑心都无，那算心好咧？哦，所以这个话莫白讲啊！哈、哦，咱爱养随喜，看到人个素质爱讲啊，惭愧哦，我环境啊袂拄好个，啊，我足欣羡呢。先生阁同意食菜，有够好个啦！啊，替伊欢喜，替伊欢喜，你随喜，人食菜，功德你拢得去啊！啊，你今仔日还袂当食，你爱赶紧随喜。你讲随喜个时阵，你会当得到伊迄份功德，而且有可能，有可能你个姻缘会真紧成熟啊！除非你家己真爱食，啊，若无呢，你真想要食素食，还袂当食呢，你会晓讲随喜，讲赞叹。安尼呢，你应该真紧成就你的姻缘，哦，袂阁予人家你厝内底人家去动。啊，你若爱食好啊，你若无，你若家己方便就好。厝内底的人到尾个结果就是安尼，甲你做，甲成就你迄份功德，唔敢阁来甲你障碍，因为甲你障碍，你食菜就是伊的罪过啊，哦。伊食菜有营养无营养，啊，毋是有营养无营养着伊个心，啊，毋是讲你因为你来食菜，害伊无营养啊。啊，所以伊无管理来甲你种个，啊，不过咱食素食，咱爱家己注意，几点个问题你爱注意着着，唔通凊彩食，唔通家己咧配酱鸡啊，啊配面皮甲酱鸡都两刀轮回，安尼袂使哈，啊，都爱食，才有去讲啊，大下物件拢食好平均，营养顾好，啊，你会晓安尼食，啊去素食学好，会晓煮，煮好厝内个大细汉食咧，讲哇比炒个较好食。安尼，因就对你食菜啊！啊，唔通真正一人煮一人菜，啊，囡仔煎豆腐，啊，明仔早炒白灵啊，一日煮一人菜，安尼算要对你食菜，啊、哦！啊，所以咱爱会晓食，爱会晓对着食素食的人爱晓随喜。在一经内底有讲啊，讲一句随喜功德，你一经内底看得出，这个食素食的功德极大，所以这点恁爱晓人随喜哦，啊，唔能讲哎呦食菜。唔免遐麻烦啦，免遐功夫啦，啊，咱有心就好啊，就安尼修就好啊，那下就一定爱食菜，唔通安尼讲。
爱赶紧下手，就是因为大家经讲讲，欲修足者，当下是明时，见是黄昏，手摸其顶。啊，伊讲顶来在讲讲，这个人咧修足，足就是诸心不杀啊，啊不杀上界，哎，就是讲是济行动，咱卖讲杀，啊卖讲吃，或者素食就是修足啦。让众生无痛苦啊，哈、哦。那么这款的众生呢，伊下命的时阵，就是讲生命要结束的时阵呐、啊，身躯要消掉的时阵呢，会看到是丰富咯，是丰富来望伊的手，头壳顶来望所有头壳咯。咱来知影啊，要何是丰富望头壳顶是无遮简单哦，除非你正无生法忍，当你正无生法忍的时阵，是丰富是共同来甲你摩顶加持哦。欢喜哦，那么伊今麦经过讲讲，望手足高，心安快乐，心得往生清净佛土。如果你若好，不来甲你望头壳啊，你先望到伊的手，甲你接触的你的头壳，你的心会真安稳，也真快乐。但是讲你的下命要断开的时阵，不来甲你望顶，因为佛祖真欢喜啊。你一向拢是慈爱众生，伊足欢喜，因为你的心看不做心拢无两样啊。啊，伊就来甲你摸，啊，你受着手接触你的身躯，碰着你的头壳啊，你迄个时阵足欢喜啊，足快乐啊，因为发现了你看，你当然欢喜啊。啊，你的心会安稳啊，哦，你会安心讲好，我今仔日我一定会去清净佛的土，你的心会足安稳，袂烦恼啊，哦。袂惊吓恐怖啊！你会得到安稳，会得到快乐，心得往生，马上你得往生啊！往生去到底清净佛土，这就是去到佛的净土啦。哦，所以咱要注意啊，对人修诸心不善，受习之灾呢，咱应该随喜啊。这是随喜功德啊，清净法轮呢，咱应该爱师兄去亲近贤弟些，去请教佛法啊，去研究。一个佛法，啊，那无就是爱去家己自己去研究佛经啦，吼。因为佛经是大善知识的这个经教，咱对佛经安尼看看了，唔是讲安尼扎马观法安尼看经，安尼无效哦。咱看经了后，就爱思维，好佛法法轮会当在心中转，这叫做请你转法轮，请你自转法轮啦。请大德来转法轮，阿妈请你自转法轮，请你去伊来，哦，这个大德来改转法轮，你爱安尼吼。啊，请我就是，就是讲咱会用的来祈求佛德慈悲，来人间实现，或者是讲你来发心来保护正法，和正法来相助世间。啊，如果你若好好修行呢，你该。定规拢有咧认真修呢，那么你迄个模样呢？哦，你的模样，众生对三宝都有信心。那么这款呢，正法，大家人拢安尼说，啊，正法会当相助世间哦。啊，相随佛号就是讲，咱爱以佛的精神做咱的模样，咱爱学佛的慈悲，学佛修无量功德，学佛学习一切法门，学佛。来修智慧、修慈悲，哦，咱爱学者，哦，啊，不但咱爱修学佛，不但咱爱学佛来修功德，咱嘛爱学菩萨啦，佛爱来度化众生哦，哦，这点是真要紧哦，啊，咱要度众生，爱积极，爱会晓顺众生，啊，莫安尼处处甲众生安尼，安尼冤家计较安尼，哦。安尼你就无众生行得多，啊，人缘结得好，啊，用无同款的法门来帮助众生，啊，最后所修的功德，爱一个回向发给众生，和众生会当当证菩提。介绍到这，咱就知影，咱如果若当依照普贤实在行愿，安尼来发愿，安尼来修行，相信会真紧成佛。你要成佛，这是甲你挂保证，绝对无问题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，咱介绍到这，全部结束，功德圆满。啊，即马即
功德，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回向功德再回向，啊，回向好这段时间。有因缘来听闻到普贤是来行愿，而且听众还得此功德，会当杀净无生法印。南无东来哈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大妙相菩萨，南无法华林菩萨。